我们做的是鸡蛋、西红柿，还有黄瓜口味的汉堡。哇、哦，你们快看，这么多汉堡已经比我都高了。哦，这么多汉堡，而且还有辣椒，我该怎么吃呀？而且辣椒还跟苹果放在一起。哎呀，这汉堡肯定不好吃。哎呀，我去，这么多汉堡，如果做不熟该咋吃呀？白雪，你能不能多放点西红柿呀？因为我喜欢吃西红柿口味的汉堡，你千万别放辣椒了，辣椒太辣了，我不喜欢吃。哇，前面有一张大嘴，他能够吃掉这些汉堡吗？白雪，给我留一点，千万别都给他吃了呀！我的天哪，他也太能吃了吧，一口就吃下去了。白雪听说我没吃饱，他说了再给我做一份。哇，白雪，你真的是太好了，你竟然放着我最喜欢吃的鸡蛋还有西红柿。哇，这汉堡看上去就很美味。哇，竟然还有玉米。白雪，这一次你千万要小心呀，千万不要被那一个神秘的大嘴把我的汉堡都给吃了呀。哦，你们看这么多汉堡。哎，奇怪了，白雪，汉堡怎么那么点呀，根本就不够我吃。哎呀，白雪，你不小心一点，汉堡全部都掉地上去了。哎呀，啥情况呀，我又看到那一个神秘的大嘴了。哎呀，我的汉堡这一次又被他吃了，我太难了。